末世异端可能层出不穷，信徒最重要的都是认清信仰核心。教授系统神学的郭文慈牧师就将核心教义归纳为几个方面。自古以来，基督教是一本书的宗教，是建立在圣经，是唯独圣经绝对权威在信仰和生活上面的标准。第二个层面就是关于我们所相信的神，就是三一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。耶稣基督是救赎，当然这里会好像《使徒行传》所说的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然后呢他受难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，将来回来，现在仍坐着在天父右边为我们祈祷。最后下来就是永恒的救赎，包括了耶稣基督会再回来，然后接他的儿女去到天堂那里，是永远的跟他一起